特别报道，我是雷亚。今天是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的日子。晚上呢，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办了浴佛大典。今年不仅首次排出多达14个字的字样，现场呢沿用环保地球还有菩提树，呈现疼惜大地、爱护万物众生的精神。浴佛大典、医疗、警消等各行各业，上万人齐聚，300多位长老法师引领宇宙大觉者，抚慰地球人间。钟鼓齐鸣，钟鼓敲响，迷茫人心。500多位青壮年展演青春活力，阵法传承一开场，震撼人心。恭请蔡总统带领大众浴佛，万人浴佛，清净自心，盛大庄严场面，人人缩小自我，学习佛陀慈悲智慧，扩大爱心。礼佛祖。两厅院广场立体琉璃同心圆，圆心布置菩提树，象征智慧如海，向外扩散，人人同心同行菩萨道。佛在灵山，我愿求。绕佛绕法，绕出自信佛，坚毅不乏，身心合一，智慧光明点亮万盏心灯，照亮温暖人间。大新闻消息解寻豪台北报道。今年台北场的浴佛大典呢，分为两场，一共有24000人参与，不少家庭是全员出动。而为了让行动不便的民众也能够参与到浴佛，志工是特别安排他们到环保地球下，一同为苍生祈福。闭上双眼，沐浴佛恩，在环保地球前许下心愿。即使行动不便，必须靠着轮椅移动，仍有许多民众特地前来感受现场氛围。祝福吉祥！你来到这边的感觉，就是那个磁场，就感觉你心情就是觉得很愉快，然后大家很和祥。大家一起。小手合十，诚心祈愿。浴佛大典现场，许多父母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浴佛，看着如此庄严的场面，也在孩子心中留下深刻回忆。觉得很殊胜，然后就来的时候觉得很感动，所以今年就是他们比较大了，也比较懂事，然后想说再带他们来就亲近三宝。齐声唱诵，为天下苍生祈求平安。无分年龄大小，只要有颗虔诚的心，就能为社会带来爱的希望。大新闻范秀仪、简元吉台北报道。在刚刚许多的画面当中呢，您看到这颗环保地球，其实是这一次浴佛大典的主视觉之一。它不仅会升起，还会转动，希望透过志工的用心，可以让民众深深的体会爱护地球的精神。高达4公尺、直径有2公尺的地球，坐落在中正纪念堂阶梯前方。这是慈济志工们花了3个月左右，使用2400只宝特瓶制作而成的浴佛大典主视觉之一，更是去年环保地球的升级版。我们会有一块蓝色的布，我们要呈现的是一颗干净的地球浮在虚空中的一个样子。然后下面这些花花草草代表的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供养诸佛菩萨的一个情境。很注重环保，很了不起。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这个海洋，保护我们的陆地，然后保护我们的绿色的这个家园。不仅吸引民众前来观赏拍照，在这颗环保地球周围还有许多志工时不时前来检查确认整体状况。我是看这个接线，看这个接线接到那个这个控制箱里面。控制箱里面的线路，看有没有跟别的接在一起，我是怕干扰。再三确认线路和佛足能不能正常运作，也一再测试环保地球的旋转和升降，要让主视觉保持最完美状态，在浴佛大典中庄严呈现法在人间的意义。大新闻林婷、叶以琳台北报道。而今年另一个亮点就是摆放在两厅院，象征着佛教的菩提树。在志工的巧手努力之下呢，今天是完美的呈现，拟真的程度让不少民众是叹为观止，真想拍照。它正悟的那个菩提树下，它呈现代表智慧。然后你看这树梢上面啊，我们还有星空，没有那个 LED 灯。
在微风的吹拂之下，菩提树栩栩如生。这半个多月来，志工轮番上阵的努力，终于能完整呈现。原本以为是真的菩提树，对。然后后来就是有听慈济的妈妈说是志工做的，觉得很惊讶，很用心。佛教就是要清净心嘛，啊，感觉菩提树搭配那个杨绣球。紫蓝色看起来很舒适，很庄严。西方有耶诞树，2500年前佛陀顿悟的那棵菩提树也成了佛教重要的象征。周遭搭配着绣球花，典雅隆重，数个宇宙大觉者摆放其中，象征菩萨从地涌出。2500年前，佛陀就是在菩提树下证悟的，所以我们这次的设计啊，不只是菩提树，树上我们还设计了说，设计的那个佛陀当年证悟的星空的一个象征。让整个会众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美来认识佛教。除了有闪烁的星空，志工还搭配上云雾缭绕的效果，虚空法界让民众能身临其境，更能从中感受到佛教之美。台新闻雷亚李建宽台北报道。每年的浴佛大典呢，当然也少不了鼓队成员的演绎，而今年呢，从规划、集训到彩排，最后的演出，统统都是交由年轻的成员来主导。600多位金丝鼓队队员投入浴佛大典，展现年轻人的力与美，化个人为团队，缩小自己，反而让心中的我更有力量，比较没有那么的负面，跟没有那么的浮动。因为一下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有一个震撼感，就是感觉到好像自己内心的那个沉浸好像被震醒了。3个月来的集训在一周磨合，重新再定位，也懂得反省自我。有一种共鸣会起来，然后就真的会感受到大家这样的氛围，自己的心就会比较定下来。反观自己，能不能真的做得像上面那些表演很厉害的人一样，你就必须要放下自己的那个一些想法。浴佛大典静思鼓队第3年加入，这次也把主导权交给他们。今年600个所有勤行诵的年轻人，我们都不会过问，借场地你们自己，生活相机你们自己，怎么教你们自己，我们这3年怎么陪伴你，你们就怎么陪伴这些新的年轻人。推到幕后，更看见年轻人的力量。他们的那个动作很到位，但是呢，精神。就是那个灵魂还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们所谓的画龙点睛啊，所以我们就很轻松的，就是稍微再点一下，托几下头，他们就把那个整个的道气就凝聚起来了。有资深前辈的陪伴，他们也能够走得更稳。真的是只要我一有空档，他就过来跟我讲；我一忙，他又到旁边去，这样子一路陪伴我的德哲师兄，这样子。也透过这一次的经验，真的可以了解到，就是师姑师伯。他们做事的那个细心跟用心的程度，然后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对鼓儿的爱，满满的爱。殊胜法会传承经验，一棒接一棒，会一年比一年好。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台北综合报道。稍早呢，台北场的浴佛大典是圆满结束了。10点之前要恢复场地的原貌，所有的慈济志工是全员出动，共同维护场地的整洁。台北浴佛大典结束后，负责清场的志工手脚利落，有秩序地把植栽搬上推车。10公斤的盆栽要2个人合力才搬得动，而一共要搬动500个盆栽，搬完后还得运回金山。只要是我们慈济有活动哈，有这用派上用场哈，那当然我们就这个义无反顾啊，这个都是认为这就是慈济事啊，就是做上人的弟子，这个都是本分事啊。负责植栽的志工谦虚地说：“这只是本分，赶在10点之前完成善后的还有20多位机动组志工。很多师兄也都是为了这样来达成一个圆满的任务啊，所以不是只有我啦，当然我们很多工人团体都是一起来成就了。”而这群志工早上6点多就来现场布置桌椅，来得最早，走得最晚，感恩默默付出的这群志工，成就这场庄严的浴佛。大爱新闻陈连李明华台北报道。
今天在海外呢，慈济新加坡分会也在体育场举办了浴佛典礼，近2000位的志工是排成了两大法轮，以及慈济五三的图形，场面是相当的盛大。傍晚6:30，在武吉甘博体育场，大约2000位职工形成两大法轮及慈济五三的队形。39位法师引领会众，在佛号声中礼敬诸佛。So you can see the Sri Lankan venerables, venerables from Thailand, venerables from Myanmar, and the venerable monks and nuns from Singapore, and almost all the religious leaders are here. Actually, this is not much visible in Sri Lanka, madam.多年来，慈济在新加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促进不同社群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尊重。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八大宗教代表以及市长等大约40位会宾也参与其中。飞泰一家四口第一次参加浴佛典礼，与家人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吧。我其实天天过得好，就是母亲节不一定是要在今天庆祝，然后今天可以跟这么多人一起庆祝，我觉得是我们的荣幸。坐在轮椅上，随着大众虔诚祈福，黄元爱与母亲以往都是参与义诊中心的小型浴佛，今年刚好会场就在住家附近，即使行动不便也要到现场。觉得大型的比较好，很多东西看到那些师傅，他对那些很好奇。天色暗了，更显琉璃佛的明亮，盏盏心灯形成灯海，众人虔诚祈祷祝福国泰民安。带新离家带小庆，客转性蔡准佳，新加坡报道。而在马来西亚古晋智慧的浴佛典礼呢，社区居民是不分种族宗教，通通都来参加，一起为天下祈福。古晋智慧举办浴佛典礼，队伍整齐，信念一致，虔诚礼佛，洗涤心灵。别的佛教团体也不一样哦，啊，你们都很排队支持，然后就浴佛。佛号声中祈求平安，第一次参与的民众都能够感受到庄严氛围。可以跟志工一起来参与这个浴佛典礼。我觉得是很特别的。然后刚才在浴佛的时候，就心情特别的平静。虽然是佛教仪式，但不分宗教，也不分种族，因一家庭也都来参与，为母亲浴足、捶背，表达孝道，行善行孝不能等，鼓励子女要把爱及时说出来。爸爸已经没有健在，所以我感触很深，就父母亲活着的时候没有珍惜，懂得感恩，能够互谅互爱，祥和的社会就在此刻。大爱新闻真善美之沟马来西亚综合报道。马六甲分会的浴佛典礼也相当的热闹，4000位的志工还有会众是一同参与。随着佛号声缓缓走向浴佛台，志工与民众虔诚礼敬诸佛。礼佛祖。志工与民众虔诚礼敬诸佛。马六甲慈济浴佛典礼，约4000位民众在法师的带领下，共同感念佛恩、亲恩，还有众生恩。我们大家都要以一个感恩的心来做好每一件事，感谢佛陀啊。教会，其实每个宗教都是向善也是往善这个方面的，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爱人爱这个大地的话，我想我们的世界会是非常的美好。礼佛祖。透过浴佛洗涤心灵污垢，发露忏悔，更要诚心祈福做善事。佛陀教导了，上人教导了，还没有实现呢，就是人的心中还是污染的，就感觉到还做不到嘛，就涌上心头那个就哭了。啊，当然是祈福，快点好起来，要行菩萨道了，已经休养了将近2个多月，
真的是分秒不要空过了。你如果一次过给不了那么多，你一点一点最后也是会变很多的。你帮助到那种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是一个，我自己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会很做很安心嘛。凝聚众人善念，共同为世界祝福，天下无灾无难。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去年山竹台风侵袭香港，慈济人士前往关怀，如今当地的社区希望延续这份情，特别邀请志工举办浴佛活动。香港九龙油塘屯慈济志工在人来人往的街上举办浴佛，民众匆忙的脚步因为这里的庄严得到片刻宁静。好开心咁样可以参与到吓，希望洗去身心嘅尘垢，愿所有十方一切法界众生都能够平安清净。心情好紧张，佛诞节传扬佛陀的慈悲精神，慈济志工把浴佛带进了油塘屯，而这也是去年山竹风灾关怀爱的延续。去年这个山竹的风灾，我们有到鲤鱼门去救灾，然后跟这一区的李东海议员呢结下了好缘，那他就邀请我们今年呢希望有一个活动在这里举办，所以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在这里举办这个今年的浴火活动，希望跟这一区的所有的居民多多结下好缘。我相信呢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好的，即是求得心灵的宁静啦，亦都是在社区有一种导人向善一个咁嘅信息喺度传递。透过浴佛，志工介绍慈济，更说明慈济在东非的赈灾进度，不少民众响应慕心慕爱。拎咗嗰啲竹筒就系让我哋捐钱落去俾嗰啲非洲人，有啲食物，有得有啲嘢饮，又可以买啲凳坐糖饭啦。在庄严的浴佛仪式中，人人赞颂佛德，也感怀宇宙大觉者的悲智教诲，更希望把佛法具体落实在人群中。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谢晴、李建平香港报道。而在花莲场的浴佛大典呢，则是在早上的7点展开，现场有3000多人参与。主视卷呢是延续去年的水立方，再加上回收物所制成的动物模型，鼓励大家减速爱地球。三节合一殊胜的日子里，花莲浴佛大典延续去年的水立方，再加上利用资源回收物品制作而成的北极熊、鲸鱼等模型，来代表全球暖化以及海洋垃圾危机，呼吁大家减速爱地球，响应素食，爱护生命。恭喜鸡舍师父带领大众浴佛。跟随着静思精舍法师的步伐，众人以庄严清净的心来浴佛。花莲县各界代表也来到现场，同心祈求天下无灾无难。整个社会来讲啊，如果民心的一个稳定跟安宁啊，是非常有帮助的。法水洗净了心中的无明和烦恼，何时礼敬，感念佛恩与父母天地众生恩。很庄严，很感动，然后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及健康，也祝福上人法体安康，阿弥陀佛。不分种族宗教，共同沐浴在佛陀的恩典中，所有人满怀谦卑感恩的心，虔诚祈祷，直达天听。大爱新闻杨爱婷、翁国家花莲报道。五月是感恩的月份，慈济志工也走入学校，举办孝亲感恩活动，鼓励孩子爱要大声说。现场的妈妈们是十分感动。无私的关心，无数的关爱。在乐声中，同学朗诵诗歌赞扬母爱。中港国小举办母亲节孝亲活动，出席的妈妈们都感动，尤其是隔代教养的阿嬷，感受更深刻。谢谢你那么辛苦照顾我，拿着我爱你。如果说书没有读好没关系，但是最重要就是品性啊，要做一个乖小孩。送上鲜花、喂食茶点，懂得孩子们的反哺心，也警惕父母们要及时行孝。
感觉就是我会想到就是自己的妈妈，就是对她没有这么多的互动，然后也会觉得回家要多爱妈妈一点。在丹凤国小运动会上特地安排浴足活动，同学们手捧水盆依序进场，细心为母亲洗脚擦拭干净，小小的动作有大大的感动。小孩子虽然天真，但是他的手摸到我的脚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那种温度，也是另外一种感动。这样透过这个活动要让大家去思考，我们要感谢亲恩，那也透过这个活动串起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之间一个爱的联系。太平国小幼儿园也在慈济志工的协助下举办了一场温馨的校庆活动，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依旧是焦点，拿着手机的家长们早已红了眼眶。身行好事，做孩子生命中的贵人。当孩子拿着一杯茶，然后跪在你的面前跟你说声谢谢妈妈这四个字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感。一句感谢，一声问候，妈妈的期待其实只有这么多。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台北综合报道。屏东芳寮的浴佛场地呢，则是在芳寮高中举行，这个慈济曾经援建的学校，许多的举重队员呢也接受了育才计划的培养，如今是特地来当志工，邀请社区的民众一同来参与，许多高龄长辈呢也都出席，并且为亲人祈福。手语演绎父母恩重难报经，触动屏东盐埔联络处的民众。这个淳朴乡镇高龄长辈多，遇佛时得弯腰，志工从旁贴心搀扶。为让民众能就近沐浴佛恩，屏东共分六处同时举行。在台湾尾端的芳寮，选在芳寮高中进行。慈济曾援建学校的校舍，假日孩子们还经常跟着志工去付出，去做志工。那你们都有参与什么样的活动？上次去进摊，然后还有捐血干细胞。穿上志工背心的学生多半是举重校队的成员，他们也加入慈济的人才培育计划，志工时时引导学子心灵成长，更邀他们来浴佛。第一次很特别，很开心啊。这一天，志工的孩子也来了。看来看上孩子，东班后方，西班后方，大了，是了，很感恩他一路都没有错。东方那边，不管什么活动，他都跟在我身边。懂得感恩的孩子最有福，跟着妈妈同付出，行善又行孝，让母亲好骄傲。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邱瑞堂、谢延辉、陈胜利，屏东报道。新闻的最后呢，带您一起回顾今天花莲跟台北两场浴佛大典的精彩画面，也邀请您一起虔诚祈祷天下无灾无难。以上就是这节浴佛特别报道，感谢您的收看，祝您阖家平安，我们再会。是我们中心里。